你知道演说的魅力吗？演说要诚实，能坚持，用我敬业的态度去面对一切，在变化的时代中传承这一次诚心的演说，这里没有虚华。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不会再去轻易地否定自己，说出自己最真实的声音，说出我世界。本周日晚十点，安杰玛说出我世界，让我们听他说。说出我世界，由看得见的生命能量发光安杰玛独家冠名播出。